由各种器物、兵器，其中有些是神器，是从异域带回来的。一颗石弹引起了瘸腿天尊的注意，这是楚风当初去不死星系的飞黄星上得到的石卵，那里曾是鹰尖不死鸟的大本营，但该族在无尽岁月覆灭了。石虎诡异，这颗卵有古怪，不死鸟蛋。混沌中无岁月，一个三寸高的石盒贯穿而过，太快了。其中一个面发出微弱的光泽，门洛浮现，楚风一个人上路，杀向混沌宇宙中。这一次他真的要去大开杀戒了，所以孤独的上路绝对不会带上一个人，他将放手一搏。石盒开启有一道缝隙，楚风在关注外面的一切，那道缝隙旁贴着半截天尊法旨，一切都还在安全。在混沌中穿行真的很危险。